一姐们，嗯，长得有妇之夫。然后呢，这男的骗她生孩子，这不是说这男的要离婚娶她吗？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离婚，这得写个保证书。我有个朋友，她也是这种情况，我让她男人写一份，你帮着给看看，行吗？证据。什么证据？郑天涯给吴一的保证书，足以证明他有外遇和孩子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离婚律师。